器人都不想玩明白那你就玩那个纳迪鲁斯跟他拼命啊！不要玩禁，我要玩禁啊！你都敢玩，不要，你都敢玩伊瑞利亚了，还敢限制我的角色？我那个只是有一点小意外。好，我看一下，看状况啊。还差，还差。有饭呢，不玩废角。啊？哎，努诺爱玩炮娘。炮娘怎么可能是废角？虽然他是 T 5的，我要选一个厉害的吉恩克斯。吉恩克斯可以爬分吗？可以啊，虽然有点难打机器人啊，但只要辅助好好的帮我打就没事。完了，被发现了。没事没事，对对，你还是哎呦炮，哎呦，这样你都能没事。你还不打了头？那肯定都骗闪。什么？你敲他的头，再拉他一下，他就死翘翘了。厉害，厉害！墙壁你都能过空，不要再搞我了，正常一点。好是开搞的意思吗？不是啊，压塔这种事情真的就交给小兵来做了。哎、欸、敲他敲他敲他，碎，哇塞啊，怎么这都过到我啦？按我讲完那句话都出去了、啊、我也不知道啊。哎、欸，他们这个血量，等一下打野吧。出长剑哦，出长剑也没多 A 几滴啊。出鞋子我还多走了一步了。下去，去啦！好会尾刀哦，吉恩克斯，吉恩克斯前面就有一个 CC 啊，配队友还是蛮强。反走嘞，碎啦 ，nice 啊，他要数兵喽，扭一下钩，我选吉恩克斯就是没有打算要扭钩子的，不然我怎么会自信选角用吉恩克斯打机器人？我就是没有打算要动了，你有种就把我勾走。哎、欸，阿姆来了，哎、欸，他还把你推走、欸，哎，人也太 nice 了。先拉回来一点了，拉回来一点比较好打。你还在耍白目？再走一只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你是在搞事？来了，我来了！哎、欸，他们要死喽！我这个才叫贝特嘛，跟你刚刚那个不同档次啊！没有咔嚓到哎、欸！哦，拉姆斯要发狂了！十，女生的声音啊，我双排这个就女的，啊，蛋蛋就女的，有男的会叫蛋蛋呢？你要被勾走啦！还有龟啊？对，不用怕，有龟。我在帮对面挠痒痒哎，闪人闪人！呀，蹦蹦没中，乌龟看来是教训他一顿了。这个乌龟跟着我们到处杀人，真缺。但是我的经验值也都被你们吸光光了，我到现在才六等。
我在欺负。翻台。完蛋，我被攻回去。那、你还好吗？没事没事，这里有个好吃的。这波屌打。然后这波很狂哦 ，unstoppable。这场打得很嗨，有吗？这场是一直有人在搞事啊。我就不多说是谁了。这个长得像太空人、欸。你干嘛？哦，连乌龟都想咬你啊！连乌龟都觉得是你哎、欸。回家回家，我有眼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做人要勇敢，投他，不要怂。你会害怕这个塔？你什么时候变这样了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蛋啊！撤退，撤退，我没魔了，完蛋。啊，欧拉夫没了，哈哈哈哈，欧拉夫也死太快了吧。对啦，全灭。不要反野啊，我要反野。你是不是没有学过数学啊？反野钱比较多啊，而且经验也比较多，然后你再帮我控线，完美。啊，跑车。我也没知道。好，被这个挡住了。什么问题？敢不敢吃一只炮车啊？来，好了，三件装了，现在打人很猛。女神奈奈尔已经19次了，她今天是使用这个发疯打法，看起来成效不是很好。尤其在范身上是没有什么用的。哦，你这么卑鄙啊！来啊！我觉得你不要怪我这跟你配合。怎么有阿木木？我被暗杀了！对啊，他们还是打不赢。他们还是打不赢啊！我曾经以为我可以打过阿姆，结果被他秒了。哎，阴魂不散哎、欸，抓到人哎、欸！乌龟要抬狼了，乌龟要被杀了，乌龟要被杀了，反弹都把他弹死。你要相信自己，来开战！去啊，给我枪毙！给我一下！啊，刚刚杀我，很秋是不是？水鬼，鬼难免，终于把下午的分还来了。下午还买通我的打野，这一场打野是我好朋友啊，朋友是用金钱买不到的。狙狙，碎的。朋友用普通量的金钱是买不到的，要很多很多才行。哎、欸、啊，你等等 ，FB 加一下，我们把你拉进那个魔镜之夜群组。我不会买游戏。你只是现在说说的，到时候就不一样了哦。没有，到时候你就会很想买了。